哎，到我了吗？到你来说话。啊，终于轮到了啊。啊。是这样的，主播，我想聊一下，想聊一下你，不知道能不能聊。聊我呀，可以啊。哦，好的。你说。是这样的，就主播，我觉得你呀，怎么说呢？我看到你这么多天了，我觉得你也就是专门挑那种软柿子来捏。你是硬然茬后吗？早上来，硬不硬茶我不知道吧，我想说一下我的看法吧，好吧？行，哎，不是，哥们儿，你聊的敏不敏感？敏感的话，咱俩上巴拉巴拉呗，不行？不敏感，不敏感，不敏感，好都聊好，下你，就聊下你自己。来陪一颗，兄弟们啊，你说吧。是这样的，你早上来这些连麦的人啊，都是你自己选过一次的，没啥本事的那种泥马烂子，哇，我这是你随自己机不选懂的，就像你上的一样。但是要么就是一来啊，就是应该就是这种选手。我觉得啊，就没啥意思。我觉得也是。都找这些流氓烂子，我觉得真的没啥意思。然后怎我么才就能不禁找要着问了，好一点可以问的？吧？你别不禁要问，你提一个我解现决在方也案呢？干，不是我现在就不禁要问了，就要问的呢，就是跟你有关吧？可以问吗？就是你在直播间里面不是也是说的天花乱坠吧？是吧？但是现在的实际情况还是改变不了。啥实际情况改变不了？这个实际情况就是在美村吧，就是像昨天说的一样，就是还是有能够瘫在地下玩这个星穹铁道啊不做事的这个自由，然今后天换现实就今是天在换分星，散。等会儿今天换星穹铁道了，你们是过来打广告的吗？他昨天说原神，今天我玩就星想穹铁说一道下，了，不玩对对 DNF 对，吗？他妈。不玩不玩，OK，然后呢？不玩。现实是什么呢？现实就是现在走线过去的这个大哥啊，越来越多了。之前美国不是还拍了一个纪录片吗？那个东美西都村不嘛，是，都那美村都是那啥？都不是官方的，哥们儿，官方数据其实在下降，数据在下降，而且是缩减了40%，将近37%不38%，忘了。因为这个数据的话，我们也看不到吧？因为我们现所以看在不到你别也跟你，在所深以圳看不嘛，到也你看到不了。要，你看你这就是你逻辑 bug，看不到你不要那么笃定的上来就是在下降，你拿什么判断的在下降或者在上升？你拿什么判断在上升？对吧？这个判断是这样的，也是看你的这个视频吧。之前就是你直播间有一个那个综我艺，不是这提个了，能不说代表吗？没有。我不提了，不代表我这没有。个能不能说？就是，哪个中介？之前吧，就是去年的时候吧，这个中介在说，就是你越喷得越厉害，你越说美村的不好，这些喷这些哪个走中线介？的泥马我烂搁子我喷得屋越吗？多。是你，我是中介还是我跟确哪定个的，中介说的？不，你跟一个中介连线的时候，我跟一个中介连线的时候，是那个对，说接到墨那西中，哥那个人对，啊？应该然是后那呢？个吧。然后呢？然后他就说你越是喷得厉害，然后就是等于就是为他们做宣传一样了，是吧？然后他们的声誉就是越来越好。我觉得呢，你是什么？你是靠着这个喷就是美你村这个来赚取流量。哥们儿，等会儿这儿驳你一下子啊！你说这个东西，我越说，反而给他越这个越造成负面效果，因为你越说的话，知道的人越多。那我举个例子，此时此刻下面坐的6000人都是学校里面的学生，今年都要参加高考。我作为学校里面的老师，我跟大家讲，高考千军万马过独木桥，高考这关考不好，人生未来受影响非常大。以后你们整不好就得去送外卖或者啥了，能上个好大学是你们人生未来。我说这话，我该自己抽自己嘴巴，因为你让更多的人知道了，如果不好好学习的话，他们以后得去送外卖。这是你的逻辑因果关系是吗？这个是他们等于就是在你直播间有实际反馈的这个，有实际反馈的，那不正管你经是的，这个，那如果正常的人不多的话，我拿什么从那个时候12万粉丝做到现在110万的粉丝啊？那肯定是正常人所多以就是我现，你听我说完可不可呀！以？然后就是接不下是来你我说完说你的，的逻辑有问题，我让你再往下说，那你就是属于胡扯了嘛，对不对？没有胡扯。那我就先把这一段跳过不谈吧，来，我就来说一跳下过不我谈接下来想说的，可以吧？，OK，行，你说吧，好，是这样的啊，你就是靠着那个喷美村或者获取这个流量，我怎么喷但的？是呢，反而就给我怎么喷的？你这个就我是跟你喷讲那些走线的这什种么泥叫马烂子喷，啊，什么叫喷，什么叫黑？
你有没有基础概念。我觉得黑衣是这样的，比如说你说大头鹰，大头鹰你视频开的美颜，他现实350斤，这个叫黑衣是啥？因为基于事实之上了，我现实195斤。如果说你觉得我说哪说哪个地方你是黑人家，你是在喷人家，对吧？那你包括你把人家缺点放大了，你可以拿出条理来说，否则的话，哥们儿，那是你的一厢情愿，你认为我喷你精神故乡了。你要觉得哪儿不舒服，你说哪个数据你说的不对，你可以拎出来，咱俩一一掰扯。没有的话，你说的上面就全是废话，对吧？不不不，你说的这个啊、跟我说的这个意思有点不一样。嗯、我说的这个喷，就是指的是一种负面的一种感情的一种宣泄，就是一种立场、一种立场、一种否定的立场，对吧？对对。啊，一种否定的立场，那合理。然后呢？我可以说了吧？啊、嗯。是这样的啊，你就是。越喷他们，就反而就给美村那些人带来流量。给谁带来流量？说白了，我觉得你就是给谁带来流量？你哥们儿，你张嘴连标点符号都是 bug。给谁带来流量了？比如说，给美村啊，就是美村，美村有官方号啊。不不不，是不是官方号？就是还是我是美村第一主播呀。就是给这些走线的女马浪子提供了一些信息的来源。那你要从结果论的话，走线的女马浪子现在是更多了，就女马浪子当主播的也很多。现在这类主播是更多了还是更少了？就我们啊，没有看到这个官方的数据，因为那你现在能刷着的还多吗？美村的纪录片。你别纪录片也不是人家官方拍的、就是、你别拿那个边角料数据总当你看见的全世界好不好、啊、虽然不是官方拍的、但是他也是记录了现在的实际的情况，这个没有毛病吧。哎，你看要不然这样的吧，要不然这样，我不打断你，让你从头你自己表达完了以后我一起跟你说，我以示尊重，我把你说的点都记录上，要不然的话我跟你说，哥们儿，你连标点符号都进行不下去，你张嘴全是 bug。行不行？那我直接打下来，完了你就从头开始自己表达，好不好？你说吧，啊，可以可以，嗯，说白了，你就是一个选择性，就是怎么说呢，就是选择软柿子来谈，来聊的一个怎么说呢，就是一个纯吃爱国饭的一个主播啊？什么？主意是什么？等会儿，我吃什么饭？啊？吃爱国饭？我吃爱国饭。铁子，我说美国不好，我吃上爱国饭了，这饭不得吃的嘎嘎饱吗？那动画不得跑一分钟吗？你终于说点正题了，感谢大家刷来的爱国饭。来来来，我说吧，不行，我听一会儿，我的动画还没走完呢。牛逼！好，终于吃爱国饭了。好，哎呀妈，这口饭憋我多长时间没吃着了。我终于吃爱国饭了。感谢大家刷来的爱国饭。好，真香啊啊啊啊！哎，真香，真是香啊！好，等这句话等的我连眼都快，我都想瞎了心了，我都。好，兄弟们，好，收一收，好，画面给足 ，OK， 好，谢谢大家 ，GDP 到位了。好。好，来开始吧，你接着说去。好了吧。哎呀，还得是这个过瘾，真的。纯土儿。啊，别这样。好。就是我觉得你们这种吃爱国饭的主播吧，完全是属于什么？属于就是踩在正义之上挣大钱。啊，踩在正义之上，怎么正义被我们凌驾了？你别急吧，让我说完吧，可以吧？好，说，然后呢？就是你们现在这种吃爱国饭的主播啊，也越来越多了。嗯。之前你说你人在上海，对吧？嗯。没错吧？嗯。上海是属于八卦阵法中的不是你别方向。你大哥，你说点，你说点，说点那个啥，别说敏感的，我不让你说吧。你要这么说的话，我堵你嘴了。说他妈有用的，说有用的，怎么还唠上八卦了呢？铁，你有职业资格证啊？你第几代啊？没有的话别唠那个敏感的，别唠没用的废话啊，直接说你的话。我不会唠敏感的。我知道我不会唠敏感的啊、嗯、就是你现在属于等于是处于这个方位，在这个政管方位。根据这个卦学啊，你实际上。你要再唠卦学，我一脚给你卷下去了。好。你实际上是在帮美村吸我们村的赛博龙脉。赛博龙你一天到晚第六这个声 CIA 证件破坏我们的赛博风我去
我吸上赛博龙脉了，这都这玩意儿，我整的肋巴叉都疼了，我这都唠的什么嗑？我吸上赛博龙脉了，天哪！我一赛博巴掌，我他妈给你打出金星，给你演，我吸上赛博龙脉了。这他妈有活儿啊！你可真有活儿！我吸上赛博龙脉了，整出新名词来，整出赛博龙脉来了。我还搁这记草稿呢，整的什么玩意儿？这是赛博龙脉整出来了，真牛逼啊！还得是你铁子，你作为守灵人，你把你的该干活干好了，别这老整那个无线网，整那个无线网影响周边磁场啊！听话，把那个网关了，他赶紧闭眼睡觉。这都整的什么玩意儿？真有活儿，真有活儿，好活儿，好活儿！这纯托儿，这是属于这纯是托儿啊！这是。